娱乐游戏愉快打工，欢迎各位再次来到本次的这个盗贼遗产的实况，我是混沌王啊。上次好不容易把这个第四关 boss 打过了，先我要去，先不着急打第五关啊，先去把之前一些没有触发的隐藏的东西去触发一下啊。我特意去网上看了一下一些隐藏的触发条件。这边就是弓箭手的特质什么的，所有遗物都成为双生遗物，可行时。双生遗物是啥意思啊？不太懂。好，哥们儿，谢你的粉丝又帮我抽了张卡，那直接走吧。咱们先去，没事，拿到器物不就是那个什么意思？我们先去第三个世界，然后往回走，往回走应该是第二个世界啊。这上面好像给跳上去了。这边打过了，往回走。啊，这边有个隐藏，把这个隐藏做了。然后怎么走来着？这边。我们吞噬了，为什么把武器五留在门边？我需要寻求帮助，我可以跳出窗户。尸体上招了，有东西要来了。对战世界虚空增加伤害，这个我不确定啊，是不是已经达成了？好像并没什么变化啊，他就给了一个被动。我告诉弓箭手，这也没办法。看看这被动这边有没有血。任务、装备、遗物、虚空冲刺、武侠。词汇表叠加形成15%的是所有武器形成的技能暴击。哦，15层时，刚刚那个就一闪而过啊，根本就看不到我具体得到了什么东西，这就很操蛋了。我刚才就点一下确定，然后就没了，管他呢，反正算应该算收集了吧。地图这边显示还有个问号。往回走看看。马刀，看看这时候换马刀会怎么样。嘿嘿，变成这个了，
直接换职业了，非常好。我也不太这个用手柄用弓不太好。哇塞！然后接下来去第三关。第三关的好像是初始点吧。这好像有什么东西。哦，对话。大门晚上有种奇异的美。好，解脱了。亲和力加成，对什么神拿马时伤害增加15%。这都是永久 buff 啊，但这个永久 buff 它不会，它没有记录，这个是。这永久 buff 好像没有记录哎。这个记忆，要去第五关了吗？暂时不去。还有东校挑战，争议会在这吗？好像也没有，都没有。哇，这永久 buff 它居然没有记录在这里边，这个难受啊！好，这边搞完了以后，我们要去第四关。第四关的秘密更多，第四关秘密。第五关地图爬塔。我先不管第五关，我只看了前面几关的操作。先去第四关，第四关要重新再打一次。打不到啊，我去。醉了。这币掉了下面我又不能吸上来。看一下地图，我应该是去，先去最右边的那个雷电那儿。哇塞！掉血掉太多了。想办法摔一把金币。金币永远都不够用了，很难升满了。这个游戏真的只能靠技术，想把东西升满太难了。这个看情况吧。400多级都没什么，对啊，怎么又有一个这个？我去，两个这个，呵呵呵，两个这个，离谱啊！两个这个，我该做什么选择？双翅的望远镜。50点决心，对远处敌人造成伤害增加20%。远处敌人，哇塞，坑啊！
哇，这个有点麻烦，这个火球。打死了没 ？OK。头盔。啊！哎！掉不下去，我把那个吃了。哇塞，差点撞到，碰到122点伤害的我不是直接死了。捡这个，哇塞哇塞，这个真恶心啊。菊石披风不错，都拿到一些装备。往下来走右边，哇塞，是没打到我，这好像可以弹的，那个雷电也可以弹，我还知道这个雷电是可以弹的，我之前都不知道。不加属性了。加呀，怎么不加？你加那些加力量加生命就加属性了。就这边好像有一个，你看跳起来这边有个开关，互动一下就会把门打开，对吧？哎我操，怪东西我记得，不好意思，早有这么一天。黑根精华，登了太阳塔，四股已拿下毒。对战四股已落实伤害加25%，这应该早就搞了这个。高原入口的门房。角色等级是吧？角色等级确实没加强什么，没得到什么东西。然后我记得这个房间的，这还有个绿色的房间，我看别人的攻略没有，我只能自己去找找看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。哎呦！这是那个啊，就这个房间。上热项链，我这已经拿不了了。又是苹果，
怎么这一次怎么那么多苹果？什么下面有个宝箱？哦，刚那个有个宝箱。来了，出现这里有了。把那些对话完以后，出现这个，一诺看起来不舒服。我是把第二和第三关那些隐藏全部对完了以后，这边会出现一个这个，之前是没有的。发现伤疤，好，这个算是搞定了。这么一来，这个二三四关的隐藏应该是都搞完了。理论上吧，我不确定，看这有没有点肉啊啥的。有肉的话，可以再加点血上限。开始没有了。没了。没就算了，就拿这个吧。该怂的时候还是要怂点。第一个房间的肉几率高点是吧？这个隐藏啊，哇塞，学者视频。好吓人啊，这个刺。只要你一直走就会被他们打。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该去第五关了呢？好像可以去第五关了。找个地方传送一下。完了，这肯定要被打。哦，我其实哦，这个没有歪线，这个职业是我从工地手转过去的。之前 boss 房在哪来着？啊，不在这儿。哦 ，boss 放在这儿。这边传送。第五关好像是从第一关走出来。好，第一关下面是第六关。哎，第五关是哪边来着？嗯，这些我都不敢捡。九十。哎，那第五关是哪边来着？是从第四关走吗？第三关去的。第三关去的。不是吧？第三关走，第三关也是不太好打，那就走吧。是从第三关吗？
下面是什么东西啊？哇塞！我去，老是给我这飘啊飘。第三关到哪里去来着？无所谓了，反正我就赚钱。不按驻场是什么意思？哇，这家伙，这家伙最后一下发狂了，一下发一堆弹幕，吓我一跳。捡法力钥匙可以回点血。哎，这个直接变成圣物了。拿不了，拿了我就死了，血晶值不够。对啊，所以我就拿不了嘛。爬塔的话，那应该是往高速走，我先往上面探吧。他说第五关是爬塔吧。哇，这狗咬我一下这么多血。哎，对了，太阳塔3080金币，3080钛，挑战不死是生命。还行，提高护甲的格挡上限。还好他这个，我那建模已经就是那贴图好像碰到我了，但是他没，不算我被打，身体太大了。不错，来个腿。这个就不走了。45级，我61级来打45级，确实没什么。哇塞，确实没什么太大难度，除非有精英怪。
新的信息。Z。我得3.3多。对啊，普遍偏低。哎，那上面也是生物，生物拿不了。这是生物，让我换成战矛啊！一边移动一边攻击，并支持瞄准攻击。算了吧，这个刺剑攻击速度挺快的，但是就不擅长打头顶的敌人。这路不对呀、啊！换吧。这可以一边走一边攻击。就是伤害不如那个感觉 ，DPS 不如那个。血都满了，嗯，这塔在哪儿呢？我都往上走，上面全部走完了，都没看到塔。你确定第五关是在第三关这里走吗？不确定啊，我确定你不早说，早知道我去查一下。看守武器，不会是在这关的 BOSS 房的右边吧？哇，这有点难。钱都捡不了了，到这儿来了，我去！那这个谜题没有新入是过不了吗？这个谜题好像没有新入是开不了哎。他如果是开不了的话，为什么给我这个呢？不能理解啊。
必须要这边有个东西站着才可以走右边，他不可能啊这个。哦，不能跳，他不能跳，我也上不去啊。这不行啊，不能跳，我也上不去这边。不能跳。怎么样才能做到不能跳然后绕回去呢？好像做不到哎，除非我斜上方冲刺。好像真的做不到。感觉应该是不行的，冲击波，冲击波感觉没有弹球好使。这图都快走完了，左下角应该不是。boss 那看一下吧，哇塞，这个往下打还不错啊，这有个隐藏，哦，永下结束，这已经搞过了。一个头盔加一。难道是这边吗？这边上面就是塔。先看这个宝箱吧。哇塞。哇，这一次拿了好多装备啊。这有个大佬。哇塞。无敌了，我去，太无敌了，太无敌一阵子。
啊，这好恶心啊，让我掉了好多血。打不到吗？有点惨了，被一个精怪打这么惨。来个肉呗。按住键了，我以为这个是开护盾的，傻了。我操，我的血又恢复了。哦，是这个吧？怎么过去啊？这个？哦，这个我已经拿了，这个特殊能力，我已经拿过了，没有了，这关全部打完了，除了左下角以外。看来你说错了，这个我已经过了，我已经去过了。只剩左下角，第五关在哪儿啊？我去，海面我去过了已经，我刚刚一下忘记我已经去过那地方了。这什么都没有啊，去。第三关全打完了，难道在第四关吗？我给忘了，但是我也不想去看，特意去看攻略，反正我现在还坚持住。这是第二关，不会第二关是通向第五关吧？不在第三就在第四。第四关我也探的差不多了啊，探了一部分，没全探完。这时候又跟我说去第四关，不可能在第二关，那拿第一关不是吗？可以了，这我探着探着把自己给探死了，一会儿看这有没有肉吃。第五关怎么去啊？车不解空调，我忘记，我不知道第五关在哪儿。时间应该差不多了，好，咱们先算期视频。